这一篇地面师啊，摩西是怎样蒙神的呼召来成为一个神的仆人？那这一个呼召里包含五个大项，每一个项里面又有一些讲究。那么他说，明月告诉我们这一个呼召，蒙召的标准，那就是。 我们的标准，所以他的蒙召也就是我们的榜样。所以第一点就给我们说，那么摩西蒙召了做神的仆人，所以神的仆人啊，就是不简单了，不是你自己愿意，你同居一样，神就要你了，神召你。 你才能够做神的仆人。没有蒙召，你是不能来侍奉神的。但是我们第一点，我们要说，感谢主，我蒙召了。对。我们知道蒙召了，得救了就是蒙召了。对。神今天在新约里对我们的呼召，那个呼召叫我们得救，也是叫我们。 因为每一个蒙召的人，我们都是祭司，是圣洁的，啊，是神所拣选的，所以我们就有那个地位来侍奉神。所以第一呀，没有蒙召不能够侍奉神。第二，我已经蒙召了，不是你得救以后再蒙一个召，叫你蒙召做神。 没有得救的人，你要来侍奉神，不要了。但是得救的人，我们不只蒙召成为神的儿女，并且蒙召是成为神的仆人。但是我们蒙召有没有像摩西这样的蒙召啊？他是一个那个蒙召的时候，神那一套是一个完全的呼召。对。 摩西都在这里经过了，他经历了，所以就叫成为合格的仆人。那我们今天一面说我们是蒙召，但是另一面我们可能还是不合格。不合格，这个不合格的地方就是有的看见而看得不清楚，有的头脑知道。 灵里还没有看见，啊，有的，主在这里给我们说了，但是我们还不肯接受主这样的一个对付，所以我们就不够合格。所以我们读这一篇的信息，应该叫我们有一个心愿，主啊，我愿意读这个课，借助这一周这样的读。 我们愿意照着神这个标准运用在我们的身上，因为你的呼召怎样呼召摩西，也怎样呼召我们。你的呼召没有问题，你的呼召是完全的。但是在这个呼召跟前，我是不是真正你看见了，真正你被摸着了？这个需要我们来这个。阿门。阿门。这是我们。 每一位在座的弟兄们，都需要在神面前蒙恩的。第一，我们就看见这一位神，他是我们的怎么样的？是我们父亲的神，是我们那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。这个就叫我们。 心里满了喜乐，满了赞美，满了兴奋，因为我们什么的呼召，那一位，领导我们的，他曾经呼召过亚伯拉罕，曾经呼召过以撒，曾经呼召过雅各，啊，曾经呼召过我的父亲，那个属灵的父亲，现在就是这样一位神。 这样的来呼召我们这一个人。
阿门。这个给我们多大的动力，多大的帮助啊！阿门。神没有到这个时代，他不来呼召我们了，他还在这里呼召我们，领到了我们这一班人。所以我们这个呼召我们的神是同一位神，这一位神给我们人的呼召是同一个呼召的。阿门。怎样呼召的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怎么呼召的？带我得救的那个属灵的父亲，今天也同样来呼召的我们这一个人。阿门。叫我们在生命上，在蒙召上，连于神这个中，创世以来拣选我们、呼召我们的这位神的身上。阿门。所以这个何等的叫我们喜乐和敬拜。第二，这一个呼召的神，他是复活的神。怎么知道是复活的神呢？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但是主耶稣说的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他说是这样的啊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但是那三个人都死了嘛，是不是都死了？对。如果神仅仅是死人的神，那这一位神就不是复活的神了。对，所以他怎样呼召的三个人，所以他就证明了他一定，他虽然死了，他们虽然死了，他们还是要复活，并且在神面前他永远是活的。对，所以这一位复活的神照样的呼召我们跟随我们祖宗的这一条的路，在神面前凭信心往前。有一天他要把我们的肉体摆在死地，把我们的天然摆在死地，把我们这一个人整个都结束了。但是这一位复活的神要在我们身上做复活的工作，让我们这一班荆棘啊，真是让复活的神在我们里面来焚烧。这是我们认识神是谁的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。当然基本他这个名，当我们一称呼他是耶和华，就是叫他就是那个我是，一切正面的事物的实际。所以就是这一位来呼召我们来得着这一个实际。阿门。所以这一个认识啊，叫我们认识神是谁。然后呢，他也认识，也要我们认识我们身上的难处，我们身上的难处。这个难处整个的构成就构成我们是荆棘了。但是分开来说，就是三个东西，一个是依靠的。一个我们的这个人的肉体，还有一个我们在世界里所享受的、所满足的，以为叫我们那个娱乐的那些的本性，本质到底是什么？他就在这呼召里给我们启示，给我们看见。那这个看见启示里呀，需要摩西有一点的作为。有一点的作为来配合这个看见。第一个作为，你天天拿着这个杖，真是很好用，你的依靠它。没有这杖，在山野里怎么能行走？碰到狼啊，碰到野兽怎么来抵挡它？碰到羊不听话，你怎么这个杖啊，能够把它勾起来？还是你这个整个人生呐、也得依靠他，你要看见这依靠的到底是什么。Amen. 所以摩西需要做这一个，你把杖丢了地上。Amen. 当他紧紧地掌握这个杖的时候，他是宝贝的不得了。你丢，原型就显出来，是一条蛇。那么
么事情就瞎了怎么样，神说你不要，你想回去把它拿起来，从尾巴里拿起来，转一个头拿起来，里面我每一个呼召的人都是转一个头。是不是可能你的儿子就是那个大的叫得很快的话的，是不是这种类的，那神也把他丢在地上丢在地上然后不能丢，你还得再抱起来，但是倒着头抱起来。第二，你这个站是有问题，你在哪都站的这个手，你要想着你也有问题啊。是啊，什么问题呢？你摆在你怀里，摸摸看，它再长出来，太奇妙了，它长满了大脑后，像鞋一样摆。那这个没有办法，瞎了又，把手砍掉。但是呢，神说你再摆到，怀里呀，看看，再打出来就好了，那这个很奇妙，为什么第一次摆了肉变得大麻风，第二次摆了，大麻风又变成肉？这就是啊，叫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的天然，我们这个人的堕落的人的里面。特别我们的心里面，许多的那个败坏，许多的诡诈，许多的掺杂，这个东西就叫我们手的工作，我们手里所有的活动啊，显出了一个大麻风。但是当我们看见了这一个心里面那个故事的时候，我们再摆到这个心里，我们就知道这个心。叫你这一个人从里面出来的时候，能够经过神，经过神的话，经过神的灵，就叫你这个人回到一种的境界里，能够在复工的境界里头有一个正确的心灵。那第三呢，就是喝这个世界的水。世界的水很好喝，很多。这个我也不给这个时间大了，真的有一次警告我不要去给他上会。那这个三样都是我们要了解的，都在改一个地方，都是改一个地方。那要认识大需要丢在地上再了解，要认识你这个手要摆在心里，然后再摆在心里，这个摆在心里摆在怀里啊，两个怀那个里头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手啊也就不一样了。然后喝这个水，水摆在杯子里头，就看不出来，洒在地上就显出来了，那是血。这个是我的一些人都经历不感受，对不对？这个五个比如说五项这个写的都是蒙召里头基本的一种的关照，一种的看见，叫我们在蒙召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原则上我们知道谁要做什么。这位神里面他自己要你这一个人要像荆棘一样烧在你的心上，却不用你做传教，但是又要用你做凭借。然后你这个人经过了这样的变化，你就能够神能够用你，你能够把百姓啊救出来，埃及世界里救出来，并且领你到那个包罗万有基督的里面。那个救那个领啊，借着这样的意象，这样的看见，就叫我们都资格来被神这个来
辅导我们有份于他这个经纶。愿主啊，真是纪念我们这帮人，没有日过，愿你们成为合格的使命仆人。Amen.